42岁古天乐和拥有32D 上围的台湾性感女神陈乔恩日前被曝密恋3年，但消息一出就传分手。据了解，去年陈乔恩和初恋男友霍建华合作拍剧，当时霍建华曾提出复合，但最终陈乔恩选择留在古仔身边，令这位前任醋意大发，忍不住大爆古仔乔恩恋情，无缘无故传分手，当事人都觉奇怪，古仔在泰国拍戏走不开，而一向嘴巴紧的他已下令小9岁的女友封嘴，更即刻安排女友去了纽约，以进修为名掩住女友的嘴，不打算公开恋情，不想越搞越大。知情人士透露，他们两个的红娘是杨千嬅，千嬅一直想帮古仔找女朋友，当时陈乔恩因为拍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已经在台湾大红，但香港认识不多，所以多数都是他来香港找古仔。千嬅还找陈乔恩来拍 MV 帮他们制造见面机会，因为两人身处两地，即使拍拖近3年，见面时间仍少之又少，也无人知道。但今天突然被踢爆，大家都觉得是霍建华复合失败恼羞成怒，想抱住一起死。对此消息，当事人双方暂时都未给出正面回应。